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然后准备带我朋友出去玩一趟，还是近一点，因为这次我想把我别娘一起带出去。别娘，东西收拾完，刷两天吧。收拾回去了。出发成都。多高呀？100吧。哦，好，走吧，那我们吃饭吧。坐着点。好吃多少钱哦？啊好。